好的，好的，大家好。记得没错的话，昨天好像是王涛这边，今天还在想说是不是忘记存档了。我好像是有存了，我就不确认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里。好，管他的，反正就开始吧。你先走吧，我要去找学姐了。仕事か。不，今天有点事情要做。再不去的话，就很难说出口了，跟距离也会更加远吧。左元正犹豫着没有跟他说话，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好，就稍微有点事。是恋爱相关的事，没什么必要隐藏，就直说了。他们应该早察觉，不要让他们担心下去了。是关于学姐和尤雅的过去，虽然一直在想怎么说，因为呼喊他们走了过来。好近啊，太近了。别那么期待，其实也没什么。那个，好像喜欢上学姐了。诶，虽然平时很亲近，但要这样说关于自己的事还是很害羞。而且喜欢来自那个高不可攀的学姐，就更让人害羞了。なあ、じゃ、堅苦しいやつだと思ってたけど。虽然这些反应都已经想象到了，我都能接受了，因为我一点都配不上学姐。最近我就会去表白吧。おい、友紀、嘘と冗談を吐き違えるな。我可没说这是玩じゃ、笑，何？就算不相信也没什么，只是之后可别说什么没有告诉你们之类的话。不相信也是正常的，我还是想让他们相信，虽然内心有点复杂，但有一种被别人支持的感觉。能这样说起来真的太好了。之前一直在思考学姐的事，内心之中一直对隐瞒他们有抱内疚、愧疚。怎么说？说出口之后，更能很好的理解自己的想法和心境的感觉，真切的感受到我是喜欢学姐的。おいおい、頭がどうか。有这么奇怪吗？例えるなら、初期レベルでラスボス倒しに。一击必杀呗。就像 VR 和美玲姐所说的，如果有天平，相差重量可是非常远的。就算如此，也不简单就这样放ノ弃リによって、なんで先輩なわけ？了。那怎么说？他有太多优点了，心里纯真且还很温柔，拥有纯洁无瑕的内心，就是用来形容学姐一样的人吧。比起美貌，学姐的内心更加让人じゃ动なく心。て、恋愛初心者がなんでそんなラスボス級。当然是因为喜欢，所以没有办法。言っとくけど、くだ。在那边的会咬死死。怒らないっての。不是，这个太夸张了，这根本不可能，这只有游戏才会发生。好了，现在是可能发生了，只是几率很低，你可以试试看呐。好过分的说法，除非你帅，除非你有钱，其他的不用试了。嫉妒，当然是认真的。不管是在说什么，只有夕阳认真听我说。这是因为夕阳在这，我也才会比较认真的说。通过对学姐的心意反复确认，更加坚定我的信心。现在抓住脚本的手，拉着走向门的方向。下次吧，现在有其他要解决的。现在就算去表白，只是以卵击石。首先还是必须将学姐想法纠正过来。你很对不起，一直瞒着你。果然，什么事都瞒不住阿翔。要是逢年聚会的话，也要告诉你了。还不是你说不行的。不了，期待下次吧。虽然下次现在水狗湖州，但是关键时刻总是能成为最亲近的。啊，他说他妹啊！等一下，江部长也快点回去了。姫様になるには綺麗になっ、はい。
きっと、でも、ですから、ゆあち、その方が楽しいです。ゆきちゃんは、それなら、決まりです。その前に、グラタンです。那一次烤菜。大好きな。もうちょっと、大丈夫ですよ。就さあ、あれやりながら行きましょう。サーシュ、你学会了哪一次烤菜啊？就是当初优雅和他一起学的。ちょっと、その言い方ないんじゃないの？あんたにはデリカ。はいはい。这人真是麻烦死了。我干嘛念他台词？具合でも悪いん。何が？何？気にして。チャンスはいくらでもあったんだ。どうせ足でも。なんで傷口に塩塗る？何？トモキさんのことで。わかった。いいよ。本当に。ゆあちゃん。トモキに何かあったら。響さんにです。あいつはすぐに。一人で。はい、わかります。お。喂。摔盘子了。那差不多也到时间了。学姐肯定会留到最后了。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待在教室的变态。只有我们两人，真的谈话是最好的地方了。那出发。那么这个时间还真是没人了。图书室离楼梯还是比较远，剩下的学生也基本都在社团活动的那栋楼里面。越是接近目的地，脚步就越是沉重。虽然想要传达的心已经映入大脑之中，但是却无法失去对学姐的回应的不安。擅自窥视了学姐的过去，而是明白了学姐的想法，然而却准备去否定学姐的想法，这次可能是真正的无法避免了。越明白了自己的心意，所以现在最怕的就是学姐讨厌自己了吧？学姐肯定明白你又要的想法吧？那为什么还要一根筋认为是自己不幸？那结果到底会不会因为我的插嘴而接受这一切？就是胡思乱想的时候，不知不觉来到图书室。我加马西马斯，估计还是过了关门时间，所以还是敲门之后再把门打开。同学连的图书委员隔着书桌对我说道，另一个同学正在整理椅子和确认后窗户是否关上，好像没有其他人。走，学姐有事，学姐呢？在干啥子？这样，哼，之后的事情就交给我吧，你们速速退下。啊对啊，也是啊，不请不请。長峰君，どうしたの？另一个走了过来。私たちのことを手伝い。そうなんだ。なんて、委員長に用があるんだって。綾瀬先輩なら資料室にいるよ。嗯，之后再去叫他。你们两个速速退下。一副惊奇的看着我，把他叫醒不太好吧？想找一个单独留下我们两人的借口，就随口说了借口，但立刻就被说穿了。其实还有一些剩余的工作没有做完，所以才要稍微留下来。稍微想一想，找了一个更容易接受的借口。可恶！知道了，去找学姐拿。虽然事出有因，但是说完还是让我感到心虚。这样一段一些事情，会说出以及说出一系列的谎言。那魏琪，让我感觉越来越坏了。不，長峰君，お先に失礼します。お疲れ様。值班的两个女孩一边愉悦的交谈，一边离开了图书室。嘿呀，因为在醒来之前没什么事可做，这么醒的话只能帮忙整理一下书架。虽然被徐荣老师看见就麻烦了，但是却想要在与学姐交谈之前的一点时间来让自己冷静一下。
这么呆的事就想起了和学姐第一次在学校相遇的情景了。只是偶然在这里看到才知道了学姐是图书委员，虽然听她说过自己喜欢读书，但是完全想不到竟然是委员会的人。因为给我的印象是清秀而且有点保守，本以为不会做这样外向的工作呢。可恶，没错，学姐。自从被手机的流浪猫那件事以来，学姐出入我们店的次数也增多了，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仅仅停留在客人与店员的关系上。这点淡的时候总会寒暄一两句，只是相互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的关系。本应该是这样，但在进入学校之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学姐的名字了。熟丽端庄，成绩优秀，学姐在校内可是各种流传的有名人，所以一瞬间就能说出她的名字。一次被契机知道了学姐是从属于图书委员的，然后渐渐的才和她的交流增加了。被学姐清纯的声音所震撼，便又将不习惯的称呼搞得不知所措，那种羞耻的样子，不知道多少次让我心跳加速，都遗忘了多少时间才习惯。现在想起来学姐的称呼的时候，后面加上棍也是军，就是成为图书馆之后才讲的。同学，不是军。也许这样顺心的想法也是因为我喜欢上了学姐的原因吧。因为在这之前也没见到学姐直接叫过人别人的名字，平时都是用那个或打扰一下这样的话来敷衍。在我印象之中，那是从我说要成为副委员长之后吧。因为看到学姐因为不知道推荐谁比较好而烦恼，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让我来吧。在一起工作时就察觉到了学姐不赞成把事情拜托别人来做，而且学姐在被指定为下级委员长的时候也相当苦恼，所以才在之前先去和她谈谈。去问了店主，他说没问题，虽然不能每天都留在这里。虽然实际上去问的是夕阳，这样做更方便，因有了夕阳的许可，店主就没有插嘴余地。只要学姐同意的话，既然要做当然要做到最好，不用在意我这里。那时的学姐叫我的名字了吗？还记得当时内心充满了这种不安。从相识到现在都已经半年，虽然通过委员会交谈的机会增加了不少，图书委员的男生这次的事情也可以这样告诉老师，因为符合条件的只有我一个。但那些不安一瞬间转变了喜悦。学姐叫我的名字了吗？因为看过委员会成员的名册，还是最初的自我介绍的时候。不就这点事吗？还会有像我这样想的家伙吗？不就这点事吗？自己这么高兴吗？终于感觉稍微接近学姐一点点。刚才不是说出我的名字吗？但是却没有问出在哪里，知道这句话只能假装着镇定，拼命的挤出刚才那句话。啊，这么说来，这位真的呵呵，我连出乎意料，不是吧？根本就是，这个根本就是最普通的事啊！知道别人的名字就是无意间听到的吧。过了不到一年，在委员会之中一起工作机会增加，我们好不容易成为平时能够经常交谈的关系，但是竟然却说什么不要和我扯上关系这样的话，慢慢积累的东西就这样崩坏了。至少能变回原来的关系就好了，差不多该去叫醒他了吧。正在这样的时候，治疗室的门怕亏呀、啊，学姐，突然出现，但却有想象中也冷静了下来。这么晚了，还在这里干啥子呢？说这是啥子话？被这样直白的拒绝了，还真让人心痛彻心扉啊！哼，又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了吧？好像又要将双手拿着的手杖复印件藏起来，紧紧的抱在胸前。左手的小指部分有用过铅笔的痕迹哦。哼，还有你的发梢。还有刚才用的橡皮擦絮粘在上面呢，还有你裙底的。学姐慌慌张张的看向了左手，下一个套来确认是不是真的。看来被拆中，讲一样的地方是不可能看见学姐的手的。果然是在工作吧？之前说过了，在学姐身边从来没有那么急是不行的。那不就行了？这种程度的不行，拜托。一边说一边转过头从我身边走过，反射性的抓住了他的手。话还没说完，虽然就这样停了下来，但是脸却不愿意朝向我这里。
光是听听就行了，能听我说说吗？听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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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長峰君のために。我也是为了学姐才想告诉你的。私。本来江一德的身体突然放松了，然后转过头来了，看到江，我也就放开了学姐的手。学姐说是为了我着想什么的，这才是多管闲事呢，是呢，是。如果正如学姐所言，这是事实的话，我确实有着信誉之神根子的。私だって。如果这样学姐都无法相信神的话，那我干脆你就让我变得不信吧。私が。这样的话就可以变得信不起来吧。どうしてそんなことを。あなたに私の何がわかるんですか。我全部都知道。誰かを不幸にすることが私の幸せだとでも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か。我是特别的。どうして。因为有优雅在。ゆあちゃん。学姐的想法绝对是错误的，既然她认为自己会变得不幸，出现救赎道路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我一直变得无法幸福，月儿一定会伴随在我身边，那学姐就能和月儿一直在一起了，所以把我变得不幸也是为了学姐。どうして？这就是学姐的幸福吧，幸福吧。ゆあちゃん、私のことを覚えていたんですか？怎可能，她才不是这样狡猾的家伙呢，现在就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了。我从像尤雅姐姐一样的人那里知道的，之前也遇过的吧，密林记。她告诉了我，学姐曾经和尤雅是朋友，然后你们两人又分离了，还有各式各样。一边说一边露出了理解的表情，并将头转开。在生尤雅的气吗？全部。那和好不就行了？这次和尤雅成为朋友。你的家伙一点也都没变，只是学姐这样想而已。今のゆあちゃん，这就只是在找借口逃避啊！这又怎么了？ゆあ还是原来的优雅，不愿面对过去，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想法，那就不能否定，因为自己被神舍弃了，所以自己永远无法获得幸福。虽然过去优雅不知道现在，但是担心的心一定毫无变化。听了美玲姐的话之后，更加确信了。学姐一定可以变得幸福的。長峰君は、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じゃあ、私のために不幸を背負い込む気ですか？本来就不相信啊，会导致我不信什么的，所以才来证明这一切。もしもの時、绝对不会啊。どうしてそう言い切れるんですか？絶対なんて。因为我喜欢学姐。学姐本以寂寞的表情一瞬间染成鼻痛，为了喜欢的人不管做什么都不会后悔的。長峰君が，是的，喜欢，自然而然将内心所想说了出来。本来决定等学姐的内心整理好再说，但是我心中就是不可思议的冷静。我紧握着右手放在背后的数个针头，哎呀，镇定剂有效。谢谢，可是长峰同学，你是个好人呐、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ても嬉しいですけど、今のは聞かなかったことにします。果然，让您感到困扰了，嘿嘿。虽然已经做好被拒绝的觉悟，但是至少要让他知道我心意。私には長峰君の気持ちに応える資格はありません。你很讨厌我？我想要知道抛弃一切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之后的学姐的想法，虽然很这样，很任性，很这样，所以现在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让学姐幸福起来。在这之前，我能让我等着你的回答吗？没啥子的，为了喜欢你的话，学姐只要像以前一样对待方式就足够了。和学姐一样，就像学姐离不开小优雅的，我也是离不开学姐的，这就是所谓的变态吧。所以最可怜还是优雅，被我提案利用，但优雅会原谅我，因为学姐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的。优雅总有一天会完成自己的使命，到那时将学姐真正的幸福，优雅的愿望必须实现，将学姐的朋友，这就是我想说的了。学姐想法渐渐的发生着转变，就让这学姐需要一些时间考虑吧。
我想说徐雪现在不是交朋友了吗？长风不是他朋友吗？而且都已经超过朋友的关系了，想做的不只是朋友啊。之后说了一些多余的事，不过产生过多的过滤与顾虑，也是自作自受吧。那明天见，留下学姐一人，我不出了就是。偷听，可我优雅。时间仿佛冻结了一般，就这样和优雅相互注视着，我们都硬邦邦了。大概过了数秒，但是却感觉这段时间非常的长。遅かったですね。な、何してたんですか？嘴巴七夜，这什么白痴的剧情啊？故意排这个巧合的时间。哦，这种剧情真是看多了啦，我已经受够了。每次都这种巧合硬排在这里，你真的以为这种剧情很傻狗血吗？是，没错，太狗血了，狗血到我都不想玩了。在这边装，可以不要装了吗？哈哈，哇，那这是什么？真是太好了，什么都没听到呢？别误会了。滚！没错，滚！警卫，有人！警卫都不做事啊，从来没在学校看到警卫，谁屌你啊？我已经累了，我回家睡觉。你果然会带来不幸，这个废物！为什么哭？你清楚吗？就是因为你这个人渣，而不是。确确就回，说着拿出了任意门。私のせいで、没错，都是你害的。你也会这样说吗？切，你真的很悲观的。什么？说完，沙雪打开了顶楼的窗户。接着一跃而下，在我来到一楼的时候，紧接着门口有一个躺着的人影，那个熟悉的人影是……白痴，到底跳到哪一个游戏去了？你拜托，我这个说的剧情不是掰的好不好？我都看过这么多本子了，我真的是有看过这种剧情的好吗？真的有这么狗血的剧本？タコ。思います。ですが、それが本当のことなら、在这里生气气有什么用？だって、最近人は誰でも幸せ。ルチ的人为遭遇而生气，知道自己是黑衣人，应该很受打击的。优雅，我看你还是到局里好好的反省反省吧。优雅去的地方就是，哎，我告诉你们啊，我玩了这么多游戏，我你以为我会不知道接下来的剧情？告诉你啊，去神社啊，他还能去哪？去神社啊！我告诉你，如果不是去神社的话，我跟你讲，我明天早餐就吃萝卜糕。好的，明天啊，早餐已经决定了，就是萝卜糕啦。啊，知ってる。四つ葉のクローバーで作ったら幸せ。ユイヤ。ですから、お店のお手伝い。可恶，像你这种家伙，一开始就不应该录用啊！太任性了，扣钱，坏小孩。打屁屁，来屁股翘高，是我的妹妹吧？醒醒啊，你没有妹妹，我不知道多少多久没讲这句话了。听好了，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的错，你们两个人只在那边耍智障而已啊！智障就去读智研班。
学姐是很清楚指向的寂寞。别担心，我让他醒不起来，用我胯下这一根，抚摸着药的头，就像小时候的小臭。不是这样，是太过拼命了，拼命的让身体透支了，无法继续省的工作，但是无法上学的级别，就这样了。啊！虽然知道自己很失败，但就能原谅我了吧，梅林姐。比起我来，更加喜欢瑶很多吧。呵呵，好了，变干净了吗？没事没事。那时候，傻子，自己有类似的事情，看到瑶类似的流泪样子是第一次吧？我知道了，在这之前等一下。因为学姐觉得必须先向你道歉。就说你们两个都在耍智障没？什么鬼剧情了、啊？快道歉啊！道歉的时候露出胸部。别哭了。啊，快去道歉啊！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啊。道歉大会从甲方开始，有什么要对大家说的吗？好的，接下来换乙方握手言和。太近了啦，我操，到底我说几次啊？嗯，是甲本啊。啊，太近了啊，我都忘记说了，可恶，稍微拉开距离。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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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对不对，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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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嗯，在高沙子，看来是高中还有十分钟。哦，现在中午时间啊，先吃吧。全部人到了之后才说开动了，这是默认的规定。现在不是拘泥规定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不够朋友，不揪。吃饭不揪。好像拍谁了？谁理你啊？我在思考怎么面对学姐啊。虽然学姐说了跟瑶和好，这样的话是不用说了，瑶更是不太好和学姐见面。至少好了，你们赶快道歉大会。一次目的结婚，都在此应该对更好的人说。不过的确，现在变成要是没吃饭的话，就会遭天谴的。打开叮必当盒。啥？啥？想说啥子呢？这个可恶的家伙！谁叫你多嘴的？我操！要不这问题给我委婉一点说啊。还没答复啊？太大灯啦！可恶！まだって何？そうそう、先輩なんて言ってたのよ。之后再说。大家都在那边听，跟你俩听在笑，滚！滚！明明那些人都是路人甲，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是名人啊。啥？不是有一松懈就被趁虚而入的例子？だから先輩が正しいです。好きな人ずっと好きだ。もう私。学食込みすぎの待ってたよ弘前くんな。それはそうと、さっき小耳ちょっと何かあったのはお前の方だろう。先輩図書委員この時期にいくら3年生でも普通夏休み明けだよね。
事情不太妙了。だから何？谁说的？お前らの顧問の、ほら、三年のヒゲのやつ。哪里的走廊？抑制不住冲动，我的屌撞到了椅子。难道是为了逃避我？这就是他的回答吗？我确认了一下，现在也许来得及，不管回答怎样，必须要当面听到学姐的回答。喂，トキ！どういうことは？そうなるな。これ以上忙しくなったら。在走向紫渊寺的走廊上，和从对面走来的学姐目光相对了。哇哦！哈哈哈哈哈哈，把手撑在膝盖上，跳着呼吸，有话要说，借一步说话，请。说着拉开了旁边的门。我说的话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抓住手，拉着他往南侧走，带到了旁边的空教室，接着脱下了，拽下了皮带。没什么人能过来，应该可以得逞吧。你说把那个吃了，真的？尖尖的低下头，为啥子？这就是回答吗？打算这样逃避、移开，不去面对、讨论事、接受不了的事吗？你这个孬种！你怎样都好，告白也是，不愿意的话也无所谓。可是不告白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一辈子的，一辈子的。ゆあちゃんの期待に。学姐。今までだって。不是啊，跟你说，他就要道歉，你要道歉，就开个道歉大会。中间穿插这一段是不是有点多余？是否？道歉大会什么时候开？忘记了，是被迫消除的啊。没有错，你这个蠢蛋，太愚蠢了。没错，这是神的旨意。逼近面前，仿佛要揪进我的林子。你也看过又要哭过吗？昨天一直在哭，一直在哭，说这种意志是谁做的？到底是谁？啊，道歉大会啊！第一届天下道歉会。どうしてユアちゃんずっとその答えが知りたくて。白痴，假如有人会做到就会知道啦，真是八七耶。图书委员会是因为他会在图书馆找到优雅的书啦，是这样子啊，他会找到优雅的笔记本啊，他以为会这样，可是他太天真了。寻求帮助的双眼，这眼神是为无数的思绪而涌出来，那并不是你的真实愿望。目前的确是这样，太执念于过去，所以无法直面我的告白，以及自己真正的幸福。你妈的！你是说完全不想要屌我就是了，太残忍了吧？ゆあちゃんと仲直りして友達になったってもう嫌なんです。所以你该怎么办呢？你想好要怎么解决了吗？对啊，你有脑子，你可以思考，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才不会重蹈覆辙啊？也不能逃避啊！我已经给你够多时间了，现在我已经等不了了。说完，扒下了沙雪的衣服，侧着脸不让我看到，就这样走出了教室。白痴哦，这么好的，到底真的受不了哎、欸。夏吉とか例えばそれで奏ちゃんはやまいやだから知ってる。没办法说服学姐的我，只好找甲本求助。当然不能说这是学姐和优二的事，就用身边朋友来举例。不知啥时主角替换成小丑和奈月，不过想他们应该也了解到事情大概了。夏吉の言い分としては将来奏ちゃん。嗯，是这样。花田の結婚相手は？なんで私が？花田は我。ああ、お前にやるよ。
勝手にき、ありがとう。気持ち悪い呼び方すんな。それで話は終わり。なるほどな。いや、うっさいな。誰か、なつきちゃん、真面目なお話してるんだから静かにして。滚。不要在那里摆盒子游戏，没有你们两个的戏份。ちなみに長峰くんの好きな方はどっち？奈月那边。夏樹ちが綾瀬先輩なんだ。这个上当了。可愛いね、長峰くんって。でも別に隠すこと。だけど女同士でよかったね。かなでちゃんが男だった。言えてるな。好きな人だったらやっぱかん。友達同士の好きとは。そう、そりゃ。私だってみんなとつ、もしそんな状況になってま、言っとくけど私は夕日。はいはい、ずっと友達でいようね。その前提で進めるのはあれなんだ。だったらチンたらやってないで。可是学姐有病啊。だからお前が支えてやるんだよ。そうだね。資助。哦。资助。这是快速的方法。まあすぐってわけに。是这样吗？一旦ぐらついたら、あとはなし崩し。先輩みたいなおとなしいタイプは特にね。ダチと喧嘩したら恋人が、恋人と喧嘩したらダチが支える。そういうもんだろ。说的也是，从来没想过能代替优雅，但我会实现学姐愿望。朋友还是恋人，这是由学姐来决定的，但我可以一直陪伴她。弘前の方がよく。誰かさんは夢中になってて、周りが見。綺麗だもんね。别取笑，刚刚那些说几台词都毁了。但真的受这些家伙照顾了，虽然仍然无计可施，现在我自己人，总会有办法解决。よし、その調子だ。あとは頼んだぜ、ともき。俺らに夢を見せてくれ。俺らでも諦めなきゃ。ん？よ。夕日が不利になったって分かったら。いいだろ。別担心。ごめんなさいです。不对。因为有优雅才能加油，多亏优雅才能接近自己变幸福。因为优雅是幸福的神，哈哈。不是没用的神吗？我觉得，到底，之所以为什么事情会变这样，是因为有个神非常的没用啊！操，这个游戏叫做无能之神。放在口袋的手帕要屌位啊，臭死了！太新了吧？就滚啊！那你的东西有啥子用啊？丢到垃圾桶去！闭嘴啊！不说话，别人当然是哑巴。这两个人最讨厌了。第二天早晨，在校门蹲点，时间是上午七点半。蹲点，蹲在林家点，不是林家，忍者点，埋伏有点提不起劲。啊，是蓝妖，在干啥？在吃早餐吗？肯定想不到在这里堵他吧？那是一时冲动。学姐怎么想的？那时回答，跑来看来被拒绝的可能性很大吧？啊，虽然当时没有被讨厌的样子，但经过昨天的时候，也不能肯定了。是不是逼得太紧了？紧迫盯人啊！没想到他会直接到读书委员。学姐自己也许是昨天早间了。我今天先道歉，然后再把信息传来给他。当然，成为恋人最好不过，说要从朋友开始也可以。虽然这种关系比起前任也算是进步了吧。毕竟学姐是我心中渴望不可及的梦，一般方法行不通，这种觉悟早就做好了。一定是喜欢一个人就会产生的弱点吧？啊，自己到底想干嘛？好烦哦。
还没来。大家都知道这点我清楚，已经快要打预备铃了。おかしいな。今まで我今日は接走了后门啊。何言ってんの？遅刻しちゃうって。ほら。我说再去看看吧，并不想带一堆人跑到学姐教室，不过担心她因为生病请假。あんたにだけ。俺は時間通りに。かなでちゃんに起こし。あのな。ほら、二人で。走吧，顺着头发，顺着头发，一起走下电梯口。什么？原来学姐走到这，她蹲在那里，她也蹲在那里。そうしていると、昔のゆあちゃんを思い出すわ。是忍者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おはよう、さゆきちゃん。果然美玲才是。あなたはみすずさん。あら。おはよう。こんなところに隠れて、別に学校は？今日。ほう。もしかして。ほう。ずる休み？違います。そうよね。ずる休みをするような子には見えないもの。それじゃあ、お大事にね。あの。ん？何？さっき。ああ。さゆきちゃん、私が。ゆあちゃんもそうやって、今日も学校行ってくれ、その子のことを。ゆあちゃん。毎日毎日、だから。什么？是烟雾弹？你宁？我需要时间。啊，待て！谁屌你啊？滚！不用，先吃，我也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要是学姐不在，就要到处去找啦，可能要去女厕看看喽。次の時間体育だから遅くならないよ。啰嗦了。还是第一次到三年级教室，有点紧张，到处流手汗了。学姐就是在这里吧。咕咕咕，我叫马西马斯，环视一周没看到学姐，抱歉，我是二年级的，请问学姐在吗？看起来不是这个班里正在聊天的女生。啥？米子吉，早瀬さん来てたっけ？米子吉。来てるって。珍しく遅刻ギリギリだったけど。太好了，有好好来啊。那请问知道在哪里吗？学食は？私は对啊，谢谢啦，谢谢啦。哦。戻ってきたら伝えとこうか。啊，不好意思，麻烦了。長峰くんだっけ？ OK。谢谢，谢谢啦。虽然不是工作室，但留个言应该也没事。那接着去租87就打个电话嘛，干，不然手机是中山小用的。不在图书馆的话，想到可能去地方只有资源室了，要是图中等专任就好了。我跟你讲，这学校就这么一丁点大，你觉得学姐会去哪？我觉得是在资料室。我跟你讲，如果不是的话，我后天就吃萝卜糕。今日は来てませんよ。好，不是的话，我已经决定后天早餐了，耶、yeah。それはいいですけど。他に行きそう。農園を歩いてて。哎呀，一只鸡哦哦，一边吃着三明蚊子，一边换运动服。顺便说，刚才说的是。どうして避けられてるのかもな。哎呀。タマチン。それより、お前らがなんでまだここに。あたしだって好きであんたらの裸見てんじゃないわ。打不通，短信没回。好了，我错怪你了，抱歉，原来手机坏掉了。真最讨厌那种简讯都不回的，你到底是想干嘛啦？发简讯又不回，然后遇不到人，真的是最焦急耶。你知道，每天心中都会想着他的身影，可是却煎熬，看不见他的人影，觉得很紧张。然后你知道这之后就会发生什么事吗？
那个人就会变成变态，变成跟踪狂，他就会到处去找那个人，然后跟在他的背后，然后就被警察抓了。没错，我报警了，警察叔叔就是那个人。如果能从口中听到明确回答，也能做个了结，做个了断。だったら、そんな暗い顔すんな。そうだよ、せっかくのお弁当が。ちゃんと気持ちを伝えれば。是吗？所以只要好好传达心情，把心情传达过去。好的，我知道了，就听你这番话。学校に来てるんだったら、あとは本比べだ。お前のその根性を見せて。就那里看看我的坚持。说完，吞了一口满满的手上握着的药丸。そんでもって、潔く散ってこい。そうだ、むしろ散ってしまう。究竟是在鼓励还是打击？我无语的说道。可是，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是身体还是挺诚实的。为了让大家不要再担心我，我要尽早解决。速攻で迎えに行くしかないね。是想这么做，可是怕错过了，还是在校门等吧。待ち伏せ作戦ね。あ、一开始就是周末了，过了几天，这今天就来再见到学姐。周末还好啦，重点是放春假啊，放什么寒假啊？哇，你知道过了好几天，一个人差不多会忘另一个人了。举举。我刚才的 BGM 怎么停掉了？图书馆开着门，负责人不在就糟了。之前惯例是我或学姐去的。说起来，昨天是这样，也没收到委员会的学生的联络，也没正式从顾问老师听到什么工作交接。难道学姐还没有辞掉？不用了，我等下 email 不是 email， 我等下 mail 值日班的人，并且这个店里。不欠，这几天都没帮上忙，可是记得我的薪水要付啊！几天都是学姐的事，添了不少麻烦。过一段落之后，为了补偿他们，得好好做。有人换衣服了，都去运动场了，只剩我们俩四个人。那就在这里换吧。换正了收拾篮子，然后去储物柜拿运动服。等新闻换完衣服。虽然能力有别，但还是不好意思丢下西洋先走。遅れたらグランド10周なんだぜ。まあ、その点うちらは怒られるだけだし。今天刚好想跑跑步啊，一边会让为了清醒一点，让身心活动一下也不错吧。那是因为运动了，你不想跑步，你会激发头脑的脑内啡，你就觉得很愉悦。可是如果你不想要累的话，你就去买巧克力吃就好了。没必要连安详一起陪我。白痴，胃下垂，会洗胃耶。会洗胃耶。不出料，别说了，舍命陪君子的阿翔。不敢你做点什么啊？不如来跳舞吧。啥？要是被问到什么，就随便帮我喝灯。班会开始前，向校门赶去。坏学生啊，我还不跟教官讲，教官那个人，翘课王。そこは普通。いやだって、あんた女の子に。部活だ部活。部活？言う。そうだよ。は、それってひょっと。うちは毎月課題。じゃあ何？ただの。なんだ何か。お前が勝手。あ、でもあんたがいないんじゃ。ごめん。へえ、夕日も。うん。何？今度はどんなやつ？クラスは？ち、違う。なんだ。この態度。何言ってんのよ。俺がいつ。これまで何人もの女。何が事実だ。告ろうと思ったら、あんたから先にいい男紹介してやるよなんて言われたら。あ。私の制服にはあんたが。それ普通に怖いわ。可以别再说相声了吗？哈？女の子に人気あるもんね。おい、席つけ。ホームルーム始めるぞ。うう。知らないところ。綾瀬さん、ちょっといい？は
何でしょうか。大号的事和学者同伴的西村恭喜他，我也只是知道名字而已，和不认识差不多的关系。尤其是除了委员的事外，几乎没有人没有和人接触说话的机会，所以在听他说话之前，以为他是要拜托学姐班上的事之类的。你这个八七，现在才提啊？算了，没差了。没有错，叫做我也忘记了。那我看起来挺帅的，一定是他。除了那个混账，没有别人了。可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可恶，那个变态。陽子，部活送れるよ。那个跟踪狂，我还不报警。不，这样打招呼已经很久没有过了，时间一时间说话都有点结巴，突然就变成他的视角了，就有点奇怪。像优雅路线没有啊，我知道这里就是要特别那个强调沙雪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就好好的看下去啊。沙雪心里讲什么就不想念了，你们自己慢慢看。快要坏掉啦，雪姐坏掉啦，眼泪就要出来了，回不去啦，瑞凡，你这个不幸之身。要跟他级别啊。怎样？什么？それを言って。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すみません。それより時間大丈夫な。時間？用事があるから、しばらく委員会に出られないんですよ。え？心配しなくても大丈夫ですよ。長峰くん。そうです。可恶，中计啦。そういえば先輩、長峰くんに会えました？長峰くんが何か？お昼の子が連絡帳に書いてたんですよ。副委員長が委員長を探してるって。居然在保健室啊。すみません、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あ、貸し出しですね。惑星証を出してもらえます？惑星証。我告诉你，今天上日文课的时候，老师才讲说他那个，哦，他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日本学校有学生证，因为他已经是很久的年代了，所以那个时候日本，而且就是乡下的学校没有学生证，那时候都是直接用手写的，就是直接在那个名簿上写自己的学号。我觉得我们台湾以前也是这样啊，我们都是用写的啊，就盖印章啊，现在用学生证逼一下就好了。それでは私はこれで。はい、お疲れ様でした。遅いや。蹲点忍者小门口。可恶，欸，不是啊，正好学姐你也在这。逃开的话就会一直在那里，明知道自己却动不了。話ぐらい聞いてやったらどうです？什么？这个助攻 assist 有香气。嫌なら嫌で、はっきり言ってやった方がいいっすよ。広崎。没错，又是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还没习惯和男生说话，有点紧张。一応，先輩のために忠告しといた方がいい。私の。即使不是如此，一定是为了长风着想，让他不要再和我有关系，让他远离我，才这样说。もう、一警察沙汰になる前に辞めさせようかと思ったんですが。彼はそんなことしません。けど待ち伏せまでされて。いえ。分かってないっすね。どういう意味？对他这样无赖的语气有点生气。
小猫咪认真考虑我的事，怎么说太过分了。哦，学姐真的是脑袋是浆糊还是水泥啊？怎么这样子？実は俺什么霸凌？被霸凌？不是霸凌，是边缘人。没有错。何が原因でそうなったのか覚えてないか。你去混账。そんな時、俺、ほら、いじめられてる方に。なのにともきのやつ、人がせっかく巻き込まないようにしかとして、朝はうちの前で待ち伏せ。なので、その後。ああ。そしたらあいつ。我的话一定报警了，好不好？这个人绝对有毛病啊！大家去看医生，好不好？しまいには、俺の考えなんかお構いなしに、お前を無視してる奴ら。你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代表两个班上出现了新增了边缘人成员，哇！边缘人要增加了。それ聞いた瞬間、意地張ってんのがアホらしくなって、どうせこいつが悪いんだ。で。気づいたら今日まで腐れんですよ。就嫌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よ。两个边缘人在那里说嘴。我跟你说啊，证明自己不是边缘人的方法有几种，就是班上的人会不会理你？没有啊，没有人理他们啊，都是他们自以为自己好像很正常，可是其实他们是被排挤的，没有人理他们。有很坚固的记忆板的，要是在这个立场，我会找他制作报警。只有唯一的这个选择。私の方こそ。まあ先輩の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って、あんたにともきはもったい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気がないなら。好的。于是就这样子，想和学姐变成了一对了。それだけ言っときたかった。无法反驳，长风很特别，也许他会愿意成为只属于我的特别的人，可是正因为是特别的，才不能喜欢上我这样的人。もう一つお願いなんですけど。はい、何でしょうか。可以借我钱吗？あいつのダチは、俺にとってもダチだと思ってるんで。年上だろうがなんだろうが、ダチの彼女ならいいっすよね。这个根本就已经变女朋友了，这招很会哦。没错，不是泰国，是你这招 nice， 这招就是一个暗示，然后就是他会顺着他所说的那个方向走，就是变成他的女朋友，这是一个手法。滚啊，干！那，我的，私のせい。操，在那边偷听，我真的很想揍人呢。立ち聞きして。たまたま、ごめん。だって、一緒に登校するだけで。クラスのリーダーみたいな野郎の好きだった女子が、俺に告ったんだよ。そうなの？ぬ、バチ。ただのいい。でもまあ、で、後になってその二人が、相手はご。それ覚えてる。お兄ちゃんと。所以要变强、啊，告诉你们要变强，想赶快做个一百下俯卧撑，再跑个十公里。我告诉你，你绝对会饿扁扁，然后想吃饭的。可是你不会变强，你只会变肥。因为你是肥宅，满满的大肥宅。好了，你们的是不管怎样都好了，这些二流主角，男二线和女三线，真是罕见啊！他们很是和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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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没有啊，就刚才啊，学姐，呵呵。欸、白痴，我学姐嘞。先輩なら。呀！どうし？哎呀，そうだ。お前ら駅前でクレープでも食って帰るか。え？おごってくる。
哦，就赶紧把那群混账拉开啊。安翔真的是很会，真的没骗你，真的不错。然后不是太好了，一定会演变成大骚乱。レピアなんて先哦，そういう甲本包去哪儿了？等下一定会遇到甲本，可能不是一定，可能会遇到甲本。甲本包去哪儿了？お兄ちゃん。おい。クレープ。クど。先輩。赶快拉走了。こいつらのことがもしバックれたら。後でトッピングは好き。あの人はいつまで待ち続けるつもりか。你妈的，最好赶快给我出来哦！我腿都麻了，到时候走不动。赶快给我出来，什么无法回家？哦。在那边逃避，果然这学姐啊，在现实中遇不到的学姐，只能在游戏看到这个。天国。来依靠我啦，来依靠我的肩膀给你靠了啊，肩膀脱臼。あやさ先輩。哦，每个人都在那里埋伏别人，很好玩吗？我觉得，你们觉得很好玩吗？甲本一定还在里面。blum blum blum blum。話があるんですけど。大家都想跟他说话。没，为什么我要说又呢？什么？借一步说话，请。上哥几步跟在后边，叩叩叩叩。两个人在无人的教室中，究竟要做些什么事？敬请期待下一集啊！好，现在就是下集，欢迎收看新的这一集。他们。噔噔噔噔。トモキには言いませんから、教えてくれませんか？不要，你这个大嘴巴，不要。どうしてそんなこと？你看起来就很可疑，我才别告诉你。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か？什么？什么？原来是这样子啊！你太不可能的嘞，这喜贼不喜欢你，嘿，你没有机会笑你。宇智波笑你。先輩、トモキから告白されたんですよね。是啦，是啦，没错啦，这么嫉妒，给我钱啦！给钱，给钱。这是我的 destiny 吗？先輩は何て答えたんですか？それは、綾瀬先輩。就当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とても嬉しいですけど。就当作没听过了啊。しかし、こちらはバタバタ一边，我想知道小姐的心情，真的是我的任性。外星现在，我要我的方式让自己幸福。在这之前，我可以等待你的回应。待ってくれる。心底里不禁自我厌恶起来，我欠他了，身在川的感情，把责任推到长风身上，保护了自己。那是不能犹豫，是不是啊？你们真的是不给人家时间的，这个是会影响一生的决定。你觉得就要这样子胡诌的，不是胡诌胡乱的下决定吗？啊，太过分了。给人一点机会。皆川、まあ、確
对，你可以离开了。我说了过分的话，为了保护自己，我说了伤他心的话。你明知道长波同学的心是向着我的。是可以啊，可是我劝你还是不要啦，不然啊，你是可以试试看啦，只是啊，算了啦，你高兴就好啦。可是明明也是知道的。友樹が先輩のこと好きだって言うから、先輩にその気がないなら、どうして？ほら、二人が両思いだったら、なんていうか、告白のルールですよ。それはもしかして。啊，没有错，我就是这样以为的，不然呢？人在做天在看啊，你们关系怎么样，我都是看在眼里啊。先輩、私は友樹の幼な、もし私が告白したら、什么？友樹は絶対に付き合って。这么有自信？私信じる。なんで私が今まで、それは。友樹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うちはだけど苦しんでる友樹を見本気で你这家伙友樹は絶対に先輩と付き合ってるんだ、はい、友樹は先輩のことを忘れられないかもし嘘でもいいから好きだよって言ってくれれば私は満足なんです你这个挑剩的，别再说了。根本就有病嘛！世界上人这么多，在那边纯情。等到下周。来週になっても先輩の気持ちが変わらないんだったら、私告白しますから。怎么说？我还有一周的时间。不要再给，不要再逼人家了啦，这压力很大哎。压力很大，对身体不好啊。说真的，不要施加压力。すみません、一方的に話し込んじゃって。それじゃあ失礼します。拜拜。先輩が羨ましいです。待ってるだけで。你先照照镜子好吗？说这种话，照口镜子。中峰君，私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ですか？ああ、嫌な女、バカな女の間違いでしょ？我就说嘛，每个人都在埋伏。カオ、オレン、ちょっとこっち来なさい。又在那边偷听，最卑鄙耶！我最讨厌这种暗着背地里在这里偷偷摸摸的鬼鬼祟祟的家伙了，不正经。あんた何考えてんのさ？長峰君を他の女とくっつけるような真似して。この後にだってそうなんだもん。チャンスがあんな。分かってないの。はい。振られるよ。私が告白しても。どうや。友樹は好きな人。现在有喜欢的人，不会接受他的心意啊。そんなの言ってみなきゃ分かんないじゃん。当我们是笨蛋是不是？分かるんだよ。友樹のことなら。你又知道？对对对，你都知道了。もし付き合ったって、嘘ついて。你就是他，你都知道他怎么想就对了。だから。帮 QQ 啦，这两人最可怜，不是他们也可怜，我说夕阳啊。でも、今夜はうちで。拒否権なし。無理だってば。ユナちゃんがいるでしょ。たまにはいい。あ、そうだ。来週合コン。興味な。少しはこ。だって、全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いいよ。私結婚する気ないもん。マジ？さて、どうでしょう。何？頑張って生きていこう。うん。それより帰りスーパー寄っていい？うちなんもなくてさ。パジャマパーティー本気だったんだ。明日には返してあげるって。さ、帰ろ帰ろ。いやー夕日。
日が内くんの何年ぶり。ああ、ごほら学姐，学姐我跟你，学姐好冷啊，天都黑了耶。哦，来做什么啦？已经够乱了，不要再来搅局了，我好想哭哦。到底来干啥？这还没出来啊。这个是道歉大会，不是试胆大会啊。就在这时，学姐出现了。就在这个时候，学姐出现了。咖啡厅的声音啊。那个学姐把一顿重的铁门拉开了，哦，孔武有力呀！ユアダイアリー。ユヒ、トモキはどうした？ここで行く。よし、みんな集まってくれ。一体何が始まるのよ。夏希さんと奏さんもどうした。ああ、そいつどうよ。なんで二人だけ仲間外れ。響さん、岩からもお願い。夏希、ありがとう。そんでみん、はい、そんなこっちゃな。みんなも知ってると思うが、今友樹は先輩のことで面倒なことになってる。聞いた。普通ならここで諦めるように導いてやるのが幼なじみとしてのせめてもの情けなんだが、実は先輩も脈あり。その印象、昨日の放課後先輩と話。まあな。なるほど。な、お前だって、うん、あの、でともくん今はそっと綾瀬先輩がとも先輩のことを好きかどうか。自学長是在说，还是是在说？少なからず好意を持ってると思う。すでにこ。なのに。へい、何か恥ずかしいんだと。顔赤く。いや。何それ。響き。言う人似たようなこと。付き合え。マジで言う。悪い。憶測で考えても仕方ないだろう。そのせ。そうだよな。そう。いや、いえ。可是昨天应该那件事已经发生了，那怎么会？哦，他们已经走了，学姐才出来了。学姐，看到他走了才出来。妈 ，baby。どんな悩みなの？ひょっとしてそれ、そう、他に、そう、そこ、だった、そういうこと。お二人でじゃ、ま、で、なあ、いいか？言われな。哦、oh ，そんなに驚くようなことなんですか？誰も。不用说，我也知道他们想干嘛了，只是我不会先跟你们说。这种老套的手法，我早就知道了。《野店这个时间了，甚至都没注意到已经下课了。衣柜担心学姐，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想事情。就被封锁了吗？我知道啊。一人も捕まえられないのか？どうか言って。哦。
我的妈呀！実はな、チャイムが鳴った後に、あ、情報提供者は誰が常習犯よ。そりゃたまに遅刻すること。あんたが起こしてくんなかったから寝坊したんで。その言い方。ああ、違う違う。変な。マジマジ。一緒に生徒手帳を没収されたんだから。全然よ。余計なこと言うな。だったらあんたが。いつも夕日たちと待ち合わせてから来てん。あと2回しか遅刻できない。明日から電話で起こして。マジ？ルッキー。まあま。在走出去的瞬间被抓住了。闇雲に突撃しても、この前の二の前。啊，他们在用那个计划，这个是作战计划。我告诉你，作战已经开始了，战争的号角已经响起了。いいかな。相信我之术。怎么了？怎么了？準備は整った。先輩にと。タマキ。ユヒ。あのさ。お前にはもう。そうなん。俺は身動き取れ。うん。それと。大丈夫だい。よし。失礼しまーす。遅かったじゃないか。待ってたよ。どうす。放送委员会的委员长。哦，彼が長峰君かね。はじめまして。噂は響君から聞いておるよ。ずいぶん思い切ったことを考えたね。作戦参謀は俺っすけどね。在说啥子？完全听不懂。来到这里还不懂吗？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谁了啊。長いは無用だ。早速だが。どうも。合鍵含めてけ。さすが先輩、頼りになります。機械の使い方、簡単な操作なら放送委員のダチから聞いたんで。机、椅子。いや、では迷惑かけ。わしは心の広い男だからな。それより例の約束忘れないでくれたまえよ。分かってますって。そうか、それならいいんだ。合コンだよ、うちの手芸部に。そんな心配して。綾瀬先輩に、お前らに何があったのか知らないが、もっと言えばすれ違いだな。你知道，若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这样是给对方造成困扰。你知道，一个女生的话题被这么大，她在学校里走着都会很受人瞩目。虽然她本来就是个名人，可是这个事情是全校都会非常瞩目，这样子给女方带来不便，实在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做出了，因为这个毕竟是要夸张化嘛，这个剧本。虽然我也不是没有看过这剧本啊，这个用学校的广播来喊这个，也已经不是新手法了，这个也已经很老套了。言いたいこと全部お前が本気。只是我说这个游戏的脚本很落伍啊。今先輩のクラスは体育が終わった直後だ。学校にいればそれでもだ。みんな集めて。ほん。俺はす。もっと。は？いいから俺のことはここの鍵持ってる時点で、お前。分かったら黙ってバリケード作るの手伝え。仮だけ作っ
俺の方が昔から甘がる。遅いな。先生に見つかっちゃったのかも。ほら、放送室って職員室のすぐ隣。就在房间而已啊，不是房间，就在旁边。很快的，很快就会被抓住了。ひょっとして、玉木に限り。はいはい。そっちはしゅ。早瀬さん。ふわ。私や。たったたった、夏希。两个小偷。これで、いざって。でも、た、一応い。嘘ついて持ってきたんじゃない。借りた。その辺はな。それで、ああ、それはね。お、はこれでよし。テス、テス、テス。お、こん、こん、ぼ、ぼ、つ、つ、つ。マイク入ってるぞ。こん、こん、ぼ、ぼ、つ、つ。もう、のけから何やってんのよ。本当にや、ドキドキ。さてと、うちらも急がなくっちゃ。テ、テス、テ、テス。不好意思打断一下班会，因为我的一些个人原因，有了校内的广播。可能他们觉得是变成训练记录，我们很辛苦什么的。知道了啦。哦，学姐刚上完体育课，难不成现在穿的是紧身裤？拿着麦克手的颤抖，额头也渗出了冷汗。我有话对你跟学姐说，我喜欢学姐。長峰君，最近见不到学姐了，我想开始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幸福就是能在学姐的身边，在学姐的身边让学姐幸福，这是我的幸福。所以对我来说，见不到学姐比什么事都痛苦。只要学姐接受我的话，我就能证明给你看，学姐也能变得幸福。就算一直做朋友也可以，就算只剩下之前那样，是学姐学弟的关系也无所谓。其实如果能初恋人的话就更好了。其实如果能那样的话，我也一辈子能够幸福了。虽然学姐所祈求的幸福不是我，那也没关系。就像之前那样，只要学姐能偶尔和我说说话，我一定也可以忍下去的。所以，在学姐找到幸福之前，在学姐变成幸福之前，我会代替优雅的，代替优雅实现学姐的所有愿望。太丢脸了，不要再讲下去了。尴尬症都发作了。也许和优雅比起来，我不是那么可靠。但是要比喜欢的心情，我是不会输的，因为我又要不同，我是把学姐当作一名异性来喜欢的。我赌上我的一切，发誓绝对不让你觉得寂寞。喂，お前長峰だろ。勝手に何やってんの。ようやくお出ましか。ずいぶん遅かったな。くそ、鍵まで持ち出しやがって。聞こえんのか？ここを開けろと言ってるんだ。辅导员老师是那个吧？辅导鼓掌是鼓掌吗？还是什么？那只有国小才有的那个东西。辅导组长。すいません、もうすぐ終わると思うんで静かにしててもらえます？すいません。この声は、お前長峰じゃないの？お、弘前か。何？いや、わかんだろ。学姐。现在我准备去听你的回答。等我就过去。哎呀，被警察抓住了，怎么办？学姐救我！我会证明给你看，不管有怎样的阻碍，不管学姐在哪里，我都不会让你孤独一人。所以，请告诉你的回答。そんな困ります。だってまだ心の準備がどうしよう。关了麦。我精疲力尽地靠在椅子上，啊，好累啊！啊，因为是把脑中想的东西一股脑间说出来，虽然有些不练转，但我想我的心情好好传达到吧。举着手机，按下快捷键，开始打电话。嗨嗨，こちらかほちゃんですよ。ふざけ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だろ。いつでもOKだよ。じゃあ、予定通りにな。
日は先行ってあの人たちに知らせてきて。オッケー。二人は教室戻っていいよ。あんたらに何かあったら長峰くんに怒られちゃうしね。後で合流する。ここからが正念場。刚才是假扮吗？这想你们想做啥子？心配すんな。先给大家添麻烦了。如果不会联络更多人，那是最好不过。果然阿翔挺厉害。窗外传来甲本的声音，悄悄的向外看，发现甲本向本来守着窗户防止我们的老师那边跑去。刚才的声音是甲本吧？先生，男子があっちで喧嘩してます。何？喧嘩だと？はい、兄県の人たちが喧嘩始めちゃったんです。なんで喧嘩なんかしてんだ？さあ、作画だの演出。他に先生はいないのか？はい、職員室行っても誰もいなくて。そうか。どこだ？こっちで。过了一会儿，拉开窗帘窥视外面的情况，解释计划。虽然是陆金梅这个说不过的，做得太过了吧？我工人整件。当一帮忙的人有点。采购。用済んだらさっさと戻ってこいよ。抱歉。さっさと行って抱きしめてやるって言ってんだ。いい報告。さて。ともきさん。我都想撞墙了。ともきさんの告白。告白。お姉ちゃん、ともきさんのじゃなくて、たんたん、さゆきあやせ。いや、昔のさゆきさんを覚えてないですけど、その本には昔のお姉ちゃんはゆあの日記を読んだら、ゆあのことよりともきさんの、ともきさん自身の身勝手な、ともきさんならきっと幸せ。お願いします。2年の弘前です。聞こえてますか？あれ、皆さんも聞いての通りだけど、綾瀬先輩ってとんでもなく恥ずかしがり屋みたいで、ともきを避けてるみたいなんですよ。そこで俺から頼みがあります。たとえそうさ。もちろんただとは言いません。先輩を捕まえた人には豪華商品をプレゼントします。本当は俺が手伝ってやれ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いい加減自首しないとやばいんで。まあ、うちの教室に連れて。ちなみに早いもん勝ちなんで、そこんとかよろしく。さゆきさん、まずは一つ目、綾瀬先輩の試験対策用ノート全教科分。もちろん成果は実証済み。ともきはこのノートのおかげで平均20点も上げました。嘘だと思う人は掲示板で長峰の名前。すごいです。確認したところ、1年から3年の全教。続いて2つ目、駅の反対側にある4丁目の夕顔亭って喫茶店の全メニュー永久無料券。ともきがおごってくれるそうなんで。ともきさん、どういうことなの？長峰くんがマジだってこと先輩に見せるんだって。それでライトだけど、ま、何よ。さて、次は皆さんお待ちかね、今回の目玉。夏休み限定でいつでもデートしてくれると、お望みであれば毎日。なんで私。大丈夫だ。彼女に関することで俺にできることがあれば何でも協力するんで、気軽に。次は何にしようかな。ああそうだ、皆川が付き合って。まあ長峰とは何ともなかった。そうだな。おい、トイレだよ。一群单身狗还在那里打吸引体的广告。チーズケーキが美味しい。メイは
什么百合哦？逛街很有人气，什么什么是有这个错觉？不是，根本就是要做信仰队长，马上就曝光。卑鄙耶！我は柔道部長の岩田と申す。その…なるほど。デートの権利って…あ、私…え、やだ。有变态学学妹。綾瀬先輩で。うち。うん。这资料是啦，我跟你讲，如果不吃的话，我跟你讲，真的，这是真的不开玩笑。我这个周日，我这个周末早餐都吃萝卜糕。好吧，看来我要吃好几天的萝卜糕了。为什么会在仓库里啦？学姐，遅いです。今まで何をしていたんで？我觉得要给学姐一点考虑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对方之前都在干什么，所以我没有说实话。这里是学姐上体育课的地方，所以我猜这是她最先躲藏的地方，于是最开始就在这里找。但是当时门锁的进不去。然后再来这里时，敲了门，报了自己的名字，门就开了。正确的说，门内侧无法上锁，所以是用棒子堵住了门。这是我来之前，学姐等着我的证据。可以听听你的回答吗？どうして私なんですか？私じゃなくても素敵な人はいくらでもいます。和学姐一样。喜欢的人是无法取代的。学姐执着于优雅，是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优雅，其他人都不能代替。只不过对我来说，那个无法替代的人是学姐而已。啥子？啊，确实，朋友和恋人皆是喜欢的种类不同，却也绝不可能代替某个重要的人的。可是朋友的话，我也可以做到优雅做到的事情，可以和优雅一样，让他喜欢上自己。如果是恋人的话，可以做到朋友之上的事。我希望你把我当做一个男人来喜欢，所以反驳就等听了你的回答后再说吧。不然的话，太卑鄙了吧！朋友和恋人做的事是不同的，我不想把这个当作交涉的材料，只是我想说的话都是真的，只有这点请相信我。啥？以前听你说过，还有从美玲那里，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我记得很清楚，寂寞的微笑着的学姐的面容十分鲜明。私の両親は物心ついた頃から喧嘩ばかりで、めったに家にも帰ってこなくて。教えてください、長峰くん。永遠に続く愛なんて。あるんでしょうか。父さんやお母さんも昔は思い合っていたはずです。学姐的声音哽咽了，这就是学姐将心封锁的根源。如果不将它否定的话，学姐就一直被囚禁着。没关系的，我会证明给你看。为了尽量消除学姐的不安，
我假装温柔的回答。どうして言い切れるんですか？先のことなんてわから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和学姐在一起的话，我只有自信。人の気持ちが変わらないなんて、そんな保証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原因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仕事の関係。私はその頃、私はまだ小さかったので、そのことも私なるべく手間をかけないよう。如果说两人跟为着工作分开是契机的话，那么我和学姐一起开家咖啡厅吧。总之，现在希望听工作赚够钱，然后我们两个人开店。それ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如果是没工作，两颗心分离了的话，那就做能在一起的工作。老实说，我还没考虑过将来的事，就说了这么天真的话。可是现在我们只要赚够，我们只要赚能让两人一起生活的钱就够了。我不是说要让我们过贫穷的生活，怎么说，没有什么比学姐更重要的了，只要在学姐身边就足够了的意思吧。反面教材，这么说也许很失礼，学姐的话一定知道不用分开也能在一起的方法。比如家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去玩，其实对普通家庭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学姐心中应该对这些有着明确的祈求。这些细微的小事还有那些愿望都由我来实现就好，为此而努力就行。我家的父母儿子先暂且不提，之所以这么恩爱，也有一份原因是因为他们工作相同吧。就是自己的父母是工作在国外，然后都不在家，所以才在西洋寄居在那里。当然是我没认真想过。那么都告诉我有关于你的一切。絶対嫌いになります。那不是正好和学姐的意了？如果觉得我烦的话，被我讨厌的话，不是最好了吗？痛くありません。这么暧昧的说法，就按你的表现方式来理解了。幻总听话法师，话总话说，这说法就像不想被讨厌的样子。换句话说，我可以期待吗？私、恋愛なんてしたことがないから。没关系。子供みたいに。如果愿意的话呢？私、哪里不同？長峰君が思っている、信じて、本気で好きになって、嘘じゃありま。一度、別れを知ってしまったら。是说有雅吗？長峰君だって知っているはずです。不停思念着优雅的学姐，说的每句话都有其重量。这就是学姐所说的永远持续的爱。但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觉得这有沉重有压人，至少对我来说得偿所愿。像我更加觉得第一个对你告白的是我，真是太好了。私には普通の恋愛は無理だと言っているんです。对不起，你想说什么？それは、就像对我说普通的恋爱什么的，我也完全不清楚。你不好好说的话，我可是不明白的。一生、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って。当然，这也是我的愿望啊。私をもらってくれるんですか？这是结婚的意思吧？只要学姐愿意的话，跟你约定，我会注意身体的。
沙雪。我有克制住这样的学姐，用强硬的语气叫她的名字。和我一起变得幸福吧。这样说着，向她轻轻伸出右手。你是？我来。心外です。哎，第一次看到学姐真的生气的样子。私が好きでもない人に。学姐的双眼噙满了泪水。我不是这个意思。私最低です。学姐。長峰君の気持ちを意識し始めて。でも長峰君が。边擦拭着流到了脸颊边的眼泪，哽咽着声音诉说着：“其他事不行吗？”虽然说不上自暴自弃，显然他的心情还没冷静下来。老实说，还有点抵抗。这种事等到再过一段时间也不迟。痛みを伴うものだと、そんな私を見て分かりませんか？学姐想做啊。勝手なことを言っていますよ。这边不是什么，这边就只是为了想做而铺的剧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大家看看就好，我不想。这是为了做而做的剧情，就是为了做而做啊，这种。剧本没什么好看的。好的好的，做完之后发现他就想起了那个又要给他的那个日记了。ゆあちゃんから、ゆあちゃん、鍵な、ともき君だって、このゆあちゃんの、きっと在那边明确写东西，不要骗自己了。有东西了。行きましょうか。あっ、なの。在那边爽干。それで、本当っていうか羨ましいぐらい。今から先生、あ、そうしよっかな。単成分と分厚い問題集のおまけつ。元気。这应该记个小过吧，可能两个小过。没有，这个没那么夸张，这个三只小警告吧。所以啊，佐伯さんの鞄はどうした？我跟你讲啊，在高中抽烟抓到，可能警告什么小过什么的。那大学抽烟抽到你爽啊，干。返したけど。そうか。弘前、そういうことでいい。いいの？諦め。うん。明日。まあまあ、お昼ご。ま、これで一件落着だな。だから何なのよ。ふふん。ムキ。気になる。敬語使う人には。明日、それ、ともき君が本当に、ほら、被我把手锯掉哦。ご迷惑じゃなければ、止まっていってもいいんですよ。有机会再去了，现在很想去，可是窒息。我想他一定会拒绝了，所以我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你们之后再来了。
对啊，改天再来，嘿嘿。太酸了啦，玩个游戏也要好笑吗？这样子好笑吗？服嘛，这家伙。夜分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綾瀬と申しますが、ともきく。そうですね。好，快去，快去，快去。走走走走走走。哦，谁觉得这种我的味道？两个人不要再做变态了好吗？这游戏的剧本真的普通了。好了好了好了，不是好好清洁啊，好好的洗干净啊。好了，没关系，会痛痛就算了。トモキさん、はい。可以不要欺负单身狗了吗？想哭了。あとで日記を見るからいいです。Your diary。トモキさん、さ、真的。佐伯、ユアに、お願い。うん？どうぞ。他是。メガス。さゆきちゃん、これだから昭和生まれは。他想怎么也在啊？人の心配し。赤くなったら熱で、涙が出たら花粉症かあくびで、くしゃみしたら噂か。他に今時榎本でもマシなこと言うぞ。哇，他现在在停学，我忘了。学姐真的很没安全感的呀，真的很人渣呀，这家伙。お手手をつな、ゆあちゃんは後でみすずさんに教えてもらおうな。そんなや、ゆあ、後でお茶と。ゆあちゃん、覚えとけ。ゆぼは余計な世話や。あの無関心のドンキがね。向こうがと。いやいや。さてと。さっきから。ここが。我好尴尬啊，到底他们想干嘛？真的学姐很那个哎，很像个黏人的，这跟我原本的想象不一样。
ともきくんがいる。私も休みます。很黏。かま。かまいます。ずっとそばにいるって。昨夜高速を調べてみたのですが。你看这个很黏。まだ。でも卒業したら。それならうちで暮らしませんか。お母さんは。ともき。わかりました。ともき。我觉得这种游戏包含了十八禁的元素。这样子的话有很多要考虑的，就比起那个其他年龄层的游年龄向的游戏，考虑更多要考虑的现实上的问题，这样子反而让人觉得不是爽快啊。因为很多玩这游戏的剧情是要幻想嘛，这些幻想中的剧情是因为平常做不到，所以其实你可以研究在那个剧情里面，可是你把太多现实的东西加进来是会变得比较沉重的。像那个叫什么团子大家族啊，那个加了太多现实的东西进去。Tomoki君は何も分かっていません。我等一下要跳掉了。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突然吗？因为他们至少要安排两三次的 H 情节，他整个路线才可以结束，不然会抱怨说：“哎，为什么优雅有三四次啊？然后学姐就一次，所以就是要突入这个剧情啊。”剧情也没有安排那么妥当，就硬插进来。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够了，等一下，真的，好了，总而言之，跟你们告诉一个小秘密，就是学姐的内衣都是穿粉红色的，上次也是，只是有点不一样了，花纹不一样。お給料はいりません。なんだ。じゃあまあ。フレン。知ってんだろ。それは。いや。さっきもう状況を分か。本人がサボる。いいんです。私。後でどうなる。前にも言ったろ。ああしろこうしろあれやった。大体学校なんざ好きで行ってる。サユキさんは学年トップの優等生なんだぞ。留年で、はあ、分かった。バイク好好的人搞成这样子。お忙しいところ、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さっさとは。なんだよ、収穫なし。くそ。お前らな。その勇者はもうじきで。なるほど。新作枕の件も分かった会長夏まあそのそれじゃあどうしたと思う。心配すんな。奏がへそくり溜め込んでんだよ。昔っからここで晩飯食わせてもらった。どうせ使い道がなくなった金だ。その機会があったら教えてやる。うっせえな。奏が。ともきさん。もう。
聞く。弘前先輩、待ってたよ。約束通りセッティングした。そうは言っても、先輩ごめんな。そんな、ケーキ食べ放題って、もう、うわあ、カットにも名前。あ、そうだ、私ちょっと先輩たちに。そうか。え、やだメイン。あ、うん、ささ響き、ちょ、おーい、綾瀬中。あの、コーラ2つとアイスコーヒーつい、俺、和風。今日風邪で休んでたけど、行ってやんな先生。あ、ああ、男だろ、男だな。トモキ君は悪くありま。おい、誰だよ。トモキ君。え、お、あ、ああ困ります。くぞ、哀れなや。トモキさんたら、ほら、你不要一直抱怨吧。这种剧情真的是你人生中会看到好几次看到厌烦的剧情，这种剧情看一次就够了，真的，我真的不会想再开坑这种游戏了。这种游戏就大部分剧情都差不多了。ミラノさん、今日ぐらいは構ってあげた。カオ先輩、ここジャコちゃん、そうで。なつきちゃん、ま、だってトモ先輩、それ奏ちゃんも手伝ってくれ。はい。おう、ゆひ。うん、とりあえずそうですね。たく、弘前ったら。あれ、トモ先輩かな。なあなあ、弘前。もうじゃなくて、おし、お前、皆川さん狙いから脱落。っていうか、ああいう大人。やめとけ。はい。なわけねえだろ。皆川さんの知り合いみたい。お前、奏に手、トモキが。はあ？もう一度言う、トモキが。長峰じゃなくて。ひょっとして、先輩。んなわけないだろ。先輩。ったく。お店の中、お姉ちゃんのお店みたいです。我还是比较喜欢命运十字门啊，反正年龄相不同了，不要比较这种东西，不要乱比较，越扯只会 越麻烦。我之所以玩这游戏，就因为学姐很正，就这样子，然后她的歌我有听过，就单纯是这样子，然后画风还不错。どこから手をつけ。明日は開店休業。あれ？うん、こんなもんかな。皆川す。あ、先輩。いえ。私に何か？ともきくんのことで、すみませんでした。夕日です。え、夕日って呼んでくれなきゃ。来た。私とともきは幼なじみだから。なので私はさゆき先輩って呼ばせてもらいます。みんな、私は響きみたいにタメ口では喋れない。それは。それじゃ、このお話はおしまい。日本人就是很注重称谓这种东西。私のこと留守も何も。夕日さん。あ、でも前みたいに働いた後の一杯は格別だな。え、トモキよ。那是可乐饼还是薯饼啊？哼、
酒偶尔喝不会怎样啊，反而不喝酒才对身体不好。玉米，混账！玉米这种东西都讨厌的人，我觉得这种人实在不会好到哪里去。给我吃，给我吃肉饼，肉饼，番茄，交易成功，皮层交易。我觉得今天应该差不多到这里了吧。嗯，对啊，我再做个结尾好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在跳剧情了。我觉得之后可能又要隔很久才会玩了，一次看太多剧情了就会很疲乏。问学姐啊，学姐大大的。ともき、お味噌汁のおかわりは？夕日さんは私にだ。ということは嫌だったら残して。どうでしょう？我事先是店长的吗？ともき、いいよ、ミトンか。ごちそうさまです。すみません。あ、そ、すみ。ええ。佐伯、やっぱり。おめえの飯がダメなら。嫌だって。好了、好了、好了、还是、好了、再一下子啊。ご心配。言ったら送ってくれたら。夕日さん、二人きり。ええ。好的。どうぞ。那就今天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吧。以前ので、セーブしました。拜拜。